啡，请慢用。听你妈说你没有交过男朋友，是这样的吗？对啊。那你还是不是那个？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。哎，你这个指甲还……你干嘛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想夸夸你。先生，您的车好像被人划了。啊？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你可以先走，这边交给我来对付吧。谢你啊，刚刚真的很尴尬。没事儿，一会儿他就回来了，你先走吧。嗯，好。欢迎光临。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？其实上一次我也不想来相亲，我真的很谢谢你啊。要不我给你做杯咖啡吧。你会做咖啡？不会耶。不过你可以教我呀。来吧，先把这个穿上。喜欢的人啊？有啊。那他一定长得很好看吧？对啊，他笑起来特别特别的温柔可爱。喂，我妈妈又让我去相亲，烦死了。要不你陪我去吧，顺便一起去看一看。那好，那我晚上来找你。怎么这么久还没来？这次相亲的又是谁啊？不会又是个渣男吧？当然不是啊，我给你看张照片吧。